大包小包的往前推，大路左拐是吧？这个邮局的地点很尴尬，250米，打车也不是，我们打车也不是，走过去嘛也不是，然后还好我开动了小脑筋，是吧？这个小脑筋把陈老师的这个行李箱弄出来了，我们作为一个推车是吧？这多方便，距离近嘛，弄过去寄掉以后再把这个箱子推回来。对啊，是有点歪。好，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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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过这个成语故事吗？啊？跛了跛了，没听过啊？啊，这样，咋啦？还没唱啊？哦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邮局路上看到这里还有传统豆浆了，哎，算了，先寄东西吧，先办正事要紧是吧？哎，我们是不是走反了？我们应该走马路那边的吧？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弄反了。毕竟不是专业推车，真不容易。谢谢。四神肉粽，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长春呐、啊，啊，是那个东北长春吗？又歪了。哦，真的是，跟一路西天取经一样，困难重重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，你把这个网稍微往后。哎，对啦，对对对，聪明如你呀、啊。哎，懒办法最会想，我们是吧？这个世界啊、哦。这个世界要发展啊，全靠懒汉。你说一个都不懒，很勤快的在那里，大家都在那个地方，辛勤的工作，就没有人会去想懒办法。只有懒人他在那里想，哇、哦，我要这样减少我的工作量，我要这样子发明机器啊，发明什么呀？弄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世界就发展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全靠懒汉，全靠懒汉。哇，这条路这样看过去好漂亮。好，我们到邮局了。哎，他邮局这里设计的，你看上坡也有，就让这个箱子专门定制的位，这条坡道。好了，我问一下，是在哪边办手续啊？有领号吗？对，我就知道领号在那。哦，领号机器藏得这么好啊？哦，这边这个门，那就到了。七号柜台，它会自动分。哦，就这里，这里是七号柜台。先把它放在这个先放在地上，好好好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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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我们这个想寄到泰国怎么寄？泰国。哎，你要寄 EMS 还是寄一般的国际包裹？价格是怎么样？差多少？我要帮你看一下。哎，好的。那你要先放上来。啊，这么大，撑得动吗？这个不会压迫吗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压迫啊，好。哇塞！好，小心小心，上面的牌子把它撞破。这算是多少重啊？17公斤。啊，17公斤啊、哦，还好20公斤不到的。啊，它还量尺寸。发给小。寄快捷的话是2970。快捷是几天到？快捷，帮你看一下。快捷是3到4个工作天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那就寄这个呗。快捷，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能接受。慢的多少钱啊？一般的包裹嘛，我帮你看一下。航空包裹是2330。2330几天？差的没多少嘛，8到11个工作天。那我们就寄快的吧，差的没多少啊。嗯，好的，给我们寄快的吧。2330。还有另外9能寄吗？九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看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。里面有九，是不是？没有九在这里。对啊，不叫那个九斤度，它是分9斤度的，还有。它34度。我们这个酒精度低的，没有那么高。30几度，两个小米酒带回去吧。那个的话，我们就随身背吧。这个才7.5度，没多少。裴先生，不能寄哦。酒是不能寄的，是吗？啊，那酒我们就只有自己随身带了。
酒精的我们都没办法收啊。行，那这些都没问题是吧？这里面有零食啊？有电池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都是零食吃的。泡面什么？那就可以啊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把地址给你啊。因为快捷要填那个单子啊，要填单子，好的。字写的最好看的填 EMS 那一张。啊，到这边来填是吧？啊，就是这边。EMS 哪一张？EMS 就这个。好，我们来填。我现在知道了，那个什么肉粽啊什么，它不是长春产的，因为这条路就叫长春路，是吧？所以它是长春的。哦，还有老花镜呢，我已经开始用得上了这个老花镜。小雨有福气了啊，这些东西到了以后，哎，他就又开始可以先吃起来了。我们在这里反正有的是，是吧？他天天在那个地方说，在那里喊，哎呦，那你们不要发了呀，我受不了了呀什么的。然后他这个不靠谱的姨母是吧？姨母老是把他给他发，不老是把他给他发照片是。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，这个外面会给我们做打包袋吗？因为我怕这个箱子破了。哦，大的胶带是吧？它没有那种打包的那种袋子、绳子。我只有胶带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更大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。好了，单子填完了，把陈老师填的一头汗。哇，好久没有写字了是吧？写个写字压力好大。的种类，哎，好好好，就是礼品还是什么的，好好好，然后内容物要写一下，好好的好的，啊，这里悠游卡是不能刷的是吧？只能付现金，你掉在悠游卡的坑里面了，我很焦虑，悠游卡花不完了是，好，我们给现金没关系，悠游卡花不完了，哎，是吧？这悠游卡真的是让我很焦虑，你这个反到那个里也能用的吧？到高雄也能用的吧？哪边都能用啊！哦，到高雄也能用，台湾也可以用、啊。没有，它只有90天。我们三个月之内不会来吗？三个月之内选，三个月之内，三个月就看那个星宇航空要不邀请我们做首航。我靠，你这样一说，他肯定要邀请。他们要邀请我们做首航，那我们1月18号就肯定要来。再来。他不邀请，那我们可能要到明年了，5、6月份以后了。因为3月、4月我们已经预约了嘛，3月可能会去印度，4月的话就看情况，有可能会到美国去玩一下，有可能会去其他地方，反正是3月、4月我们肯定不在泰国待着，肯定出门。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邮局的那些人盖章，哇，那个气势磅礴，砰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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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么盖，哇，特别带劲。什么东西？付钱啊，付钱，好。3000，还能有钱找。好，谢谢。它的这个重量是以20公斤为一个单位是吗？没有，它是要称重的。啊，就是按照实际的重量来称，这样子。好的，这样我们就。没事啦，对，这样啊，我们这就可以。哎，怎么啦？平身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好，这个我拿着吧。哦，还有一瓶酒，酒就不能寄了。那我们要不喝掉吧？带不下的话，我们就喝掉。哦，还有一个行李箱，大包小包。好了，走了，小天，走了。回来把箱子放了一下，放好了箱子，我们又到我们整个台北最熟悉的全家，我们要到这里叫个车，然后我们又要去吃东西去了。早上起来忙了一早上，啥也没吃过呢，我现在就突然感觉到了饥饿。在台湾感觉到饥饿，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打算这里叫个车啊，陈老师进去叫车了，然后我们就打算吃起来。是这辆车吧？3773。对。你怎么从这里面钻出来了？这么一条小路里面钻出来？
好。哎呀，好，好，谢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这里可以有悠游卡。谢谢啊，我们走。哟，保安街嘛，这个地方肯定很安全了。这里逛起来超级安全，肯定。这里就是网友推荐我们超级接地气的，叫大道城。他那个真的好难念啊，什么慈母圣什么什么，什么？圣母宫啊。啊，圣母宫啊，哎，反正好难。哎呦，鹅肉面呐、啊，完了，第一家我就想尝试了。不行，忍住，往前再走两步。说是在这个榕树下，可带劲了，哇，带劲带劲！榕树下，哇，他们还在能坐在庙里吃的。嗯，突然就咧开了嘴嘛，丹丹。不是，他们在吃火锅哎。哪里在吃火锅啊？哦，里面真的里面在吃，哎，不是火锅。哎，真的在吃火锅。也不是，里面的好像就是里面的。啊，这也太带劲了，这都啥呀？阿云家常菜啊，是到里面吃啊？那怎么有人在吃火锅呢？那每家不一样的。一大早起来吃火锅是不是太重口了？哦，这里有意思哎。哎，这里有意思，这里超级有意思。阿珠海鲜店炸世界，阿云家常菜。我们鲨鱼烟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抽根什么烟要冒烟、啊、哎呀，还不开呢，太可惜了。我要先，我管它开不开，我先看一眼。五味中卷原味花生，大鼎乌仔鱼炒饭，这个是读乌吧？阿莲，哦，阿兰。哇哇哇，这里真的是，忘了谁给我推荐的？你们是？早上在首播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在说这个地方，我就偷偷的把它记录了下来。鲨鱼烟，哎，这个没吃，可惜，它不开。那我来江家原汁排骨汤，哎呀，红烧肉也不开。鱿鱼标，半尾大尾特大，哦，这个都是有点大的喂。哎呦，而且它还可以坐在这里吃，坐在他们门口吃鸡卷、猪血汤，哇，那这个地方才吃得过来的我们。猪脚面，我们可以各个地方买到中间去吃了，所以就是美食中心了。佛跳墙，我看到一个。哎，你好。佛跳墙，哇，350内售佛跳墙。哎，昨天我们吃了，嗯，这又是啥？哎呀，这样看不过来的呀。这样搞得过来的、啊？那边好像还有。啥？那边还有？啊。哎，真的喂。哦，这样搞，这样搞要完蛋的。选一份，然后买到里面。对，选一份，买到中间去。里面位置有的是。好了，那我们移步到香光吃 TV 啊，我们去看了，是吧？花絮记录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你们想要看我们买了点什么，吃了点什么，赶紧移步到香光吃 TV。走起！光吃 TV， 我们下班了啊！下班了以后，我的花絮又开始了，是吧？光吃吃起来。这些鹅肠，我在光吃 TV 里没有表演给你们看，现在在我们的保留曲目，在保留曲目放在这个我们的花絮频道里，是吧？鱿鱼很好吃，我们在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买个纸巾吧。啊，对，我们要纸巾。哎，给我们买个纸巾吧。啊，不用，买个纸巾。啊，多少？买一份吧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你。这种地方坐起来就接地气啊。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个圣母宫啊？哎，叫慈圣宫啊。慈圣宫它的门口的这块地上，都可以让大家来坐啊。是啊，这感觉很好啊，就开放给民众是吧？让大家来坐。不是说只有庙里的人才可以。哎，这个地方坐下来的话，就特别特别的接地气。大榕树下，也不晒。
舒服。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好好的表扬一下，今天首播的时候给我们推荐到这里来的这个朋友，很接地气，很爽，超喜欢这种地方。你说那种很豪华的、很高端的那种酒店，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都差不多雷同。哎，但是你说街边的这种，在榕树下呀，在小马路边啊，这种地方也就是最值得、最能体现当地的一个地方，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往回走啊，我们接下来下午再去找个地方逛逛。陈老师，你今天表现不正常啊！不行，我胃胀气。胃怎么会胀气呢？你想啊，那个人的这个管道就这么细，你下去一个说人的管道这么细，你的管道是这么细，你走啊！直接，哎，我的管道就这么细，直接下一个大猪肘子卡住了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你要这么说，好难受啊！人的肠道才这么细，亏他说得出来。这肠道不就这么细吗？这是人啊，普通人。你走。我们去买点那个健胃消食片，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健胃消食片？不知道，应该有吧？应该有啊，我们上次健胃消食片可灵了。我有一次在西双版纳的时候，我和丹丹，我们就是也是朋友很热情，这个叫我们吃，那个叫我们吃，然后到夜宵了，还有朋友叫我们吃，我说我真的吃不下了，然后他就开着车，然后带了两盒健胃消食片，然后你们吃完健胃消食片走，我们接着吃烧烤，就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哇，我是尝试过，很好。吃完就觉得哇，我干了两条烤鱼，大条的大条的烤鱼，没有塞住吗？没有塞住，很好。那说明，我的管道。走，我们去买健胃消食片，很好的。你用了就吃完以后，你马上就胃口大开，是吧？马上就胃口大开，走。丹丹开始查了，是吧？台湾人爱吃胃药，台湾人好爱吃胃药，为啥？我哪知道？它上面是那么写的。所以爱吃胃药。美食多啊，美食多，所以爱吃胃药。胃药。这边我们去找一家药店，应该附近应该会有。一出来就看到一个诊所，诊所能卖药吗？诊所也太夸张了吧？诊所好像没必要吧？修整中。他还要挂号费呢，我们就找药店。不至于要去诊所。好，这里有个药局，宝庆药局，就这里吧。陈老师，要不要搀扶你一下？搀扶你进去是吧？哎，他不开门，哦，开门。哎，里面还有个猫。哎呀，问一下医生啦。医生你好，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。就吃多了怎么办？吃多了可以有什么药？拉肚子？不是不拉肚子，就是吃多了很胀很胀，就是进去吃不下了，进去出不来。胀的是吗？对，吃不下了。胀的消化不良。对。那就吃那个这个吧。是。一次吃两颗。哎，富士宁，哎，这个名字好哎，这个肚子如释负重是吧？吃了就安宁了、是吧？对，安宁了，这个可以。不是安息了就好了。这个怎么吃啊？一次两颗，一天几次啊？一天两次三次都没关系，那你吃三次，我也想要吃四次，你也想要啊？帮助消化，帮助消化。那个胃胀、消化不良都可以。胃胀、消化不良。好，你们这里有卖水的吗？水呀、我倒给你。你倒给我，好，谢谢，直接先给他吃掉吧，不然他路都走不动了。你没见过这么没出息的人吧？吃成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他是什么？虎斗在那里。两粒，吃的多好的快，能吃四粒吗？不可以是吗？只能吃两粒。那我们综合一下，吃三颗吧。那给你水了，给你水了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拿药。好。哇，药到病除，好了吧？哎呦，好，可以吃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走，我们去吃卤肉饭。要付钱啊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00。那直播吗？没有啦，我就是把他的这种丑样子拍下来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没出息的，吃东西能吃成这个样子。好，谢谢。面包啦，会胀气的东西尽量不要吃。面包不要吃，肉可以吃吗？带油的都不要吃。肉也，他说不可以喝油。把肉上面的油弄掉。那把肉上面的油弄掉，肉还是能吃的是吗？肉可以吃。肉可以吃。好，谢谢，肉可以吃就好了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感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面包不能吃，面包不能吃。你就好啦，对呀、药到病除啊，对呀、哇，这家店宝庆药局果然名不虚传，厉害，棒棒棒，哇，你是接了业配吗？
那里狗都在骂你了，那里有个狗在叫。那真的棒，他说棒，他说棒棒棒。医生说不能吃太油是吗？啊，又来了，反了。秦王那边看，太子油饭，饭也是油的，完了都是跟陈老师在作对啊，这是，哦，笑死我了。